中彰投云家有不少咖啡农场种植台湾优质的精品咖啡。为了行销这些在地的特色咖啡，行政院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和台中市经发局合作，将在25以及26号在台中市民广场举办台湾好咖、台中好甜特色的市集，让民众用优惠价格就能品尝到台湾咖啡风味与台中在地的特色甜点。手拿看板，共同宣传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与台中市经发局等人，要共同宣传台湾好咖、台中好甜特色市集，将在25、26号一连两天在台中市民广场来举办。介绍了我们国内最好的一些精品咖啡，还有我们一些台中的甜品，让大家共同来参与。通过这样子，我们其实有五重送的一个好康在这里。在南投分局的辖区里面有台湾最好的咖啡，那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结合在一起。那在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能够到市民广场来，那我们希望在这里的一个市集能够买到台湾最好的咖啡。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表示，这几年辅导彰投云家发展台湾精品咖啡有成，而这次特别与台中市政府合作，结合台中的特色糕饼，让民众来分享品味。尤其这回活动也推出了五部曲的限量优惠活动，蛋卷啊，做成像 Google 地标的形状，然后去把它置入成台中，置入台中海线一些景点，因为我们两个东西土生土长的，还算啦，对，真卡金啊，没错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大家可以吃奶酥有海线。我们今年一月初采收的一个咖啡豆，那由我们的全台烘豆冠军黄二成老师做一个烘焙来做一个制作，那欢迎各位朋友哈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到现场来品尝我们的咖啡。你只要报名，现场报名，然后用99块就可以享受我们半天的一个闻着咖啡香去旅行的一个游程。那我们有专车接送到我们南投的咖啡庄园去，然后现场有很多的咖啡树、咖啡庄园以及咖啡的体验。买500送600，消费满额还有刮刮乐跟限量好礼，以及限量下午茶组。而重点只要99元就能到南投咖啡庄园实地的品味咖啡香。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南投分局强调，期待透过活动，让台中甜品与台湾精品咖啡可以激荡出创意火花，带动产业升级发展。记者李绮台中采访到。